男主人坐喺呢度。梁野名门住得奢华，好巧夺天工啊！我觉得嗰啲技术最重要就系蝙蝠生噶，招财噶嘛。着得优雅，细个粒芝麻啊，呢啲真系好精细嘅艺术品啊！但讲到食就几麻甩都唔怕。哇，好大排档 feel 喎，324蚊啫喎，食咗咁多嘢。美心月饼呈现《暗中旅行二》，今晚10点99台 ViuTV。